Hello，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冲亚背包猪啦。那今天这部影片的话是提前录制的影片啦，因为这个礼拜的话，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啊，这几天是我们这个 FF 啦，所以今天的话呢，就是要来先来录一些这个纯片了啊、哦。不录纯片的话，大概就完蛋了。所以大家看到这部影片的话，应该是礼拜五的影片啦哦。那自从我们上这基本上拿到就是我们那个飞镖20等之后啊，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能力都算是提高不少了，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来挑战一下，就是那个每日的这个挑战好了，好不好？因为每日挑战这边的话，说真的，我自己个人啊，就是都没有办法，就是杀到很后面去。我们看一下今天能不能就是把我们这边的这个击杀数给它冲起来啊，因为没有冲起来就真的是比较可惜一点，因为它每日都有一些东西可以去领这样子哦。我甚至完蛋了，我都忘记。要去哪里扁了耶？哼，我每次好像都会忘记那个模式在哪里耶，完蛋了！哎、欸，我先找一下哦、喔。哎、欸，那应该是在那个历练大哦，历练大厅这边。对对对，然后每次挑战，那击杀400个敌人的话，就会有这么多的这个东西啊。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就加油。它是分三次，然后可以累积在一起，所以应该是不错。那我们就直接给它走起来啦，拜托。三次哦，所以这边的话，铁定都是一定要看广告来解决的哟。好，先来看个广告，拿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格子量。好，那这一次的话算是比较爽一点点，因为开局的时候啊，他就先给我一把剑，然后我们这边大概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好不好？然后就有一堆这个广告环节可以看，广告环节再看一次广告。好，那通常这种额外一开始加很多格子的，通常应该都还算是不错啦。你看又有格子了，哇，哎、欸，这一次感觉是真的顶爽哎、欸！广告看到烂啊，各位，好像不错哦，继续看。好，那这把的话真的是广告看爽爽啦，希望是可以就是达到一个就是很好的这个效果啦，拜托啦！如果这边广告看爽爽，最后还是输，那会很惨哦。来，周局，哇，直接给我弄到这个青龙偃月刀身上啊，各位。反正有时候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大把剑，因为它就会帮忙升级，所以它可能如果有一时候你是需要一些很大的这个输出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被断啊，因为它会升级一只一只啊。虽然升上去很爽，但是也不太一定就是能够做到什么太多的一些好处哦。但没关系，这边又有哎、欸，这一次真的是很爽哎、欸，应该是有史以来我玩这个模式拿到最多次那个东西的模式了吧？真的是爽到一个不行哎、欸，各种一直给一直给一直给哎、欸。要求来开战，有咯，哎呀，这次用到的是这个黄金匕首哟。反正前期的话，应该是可以撑到五波啦，五波前的东西应该都是可以轻轻松松。希望如此，好不好？我们现在已经很有能力了，而且这一次真的是广告，真的满到一个不行。来了，这边先刷，然后这个换上去，来了，刷新，完了，没有赌到什么好东西，但没关系。哎呦！青龙偃月刀下一回合就会变成这个最高阶的了啊、哦，应该是没问题的，加油加油！开刷开刷，反正在第五关之前一定要把一些东西都弄起来，不然会很惨哦。我看一下，因为我自己打这个模式的话，好像还没有就是打到这个第十关过。反正这一次基本上要打的话，一定是要给它接关接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哦，一定要接关的。刷新，然后哦有喽，有这个董董喽。然后这边先拿起来，哟，黄金剑，好不好？黄金剑，反正这把剑的话，基本上它就是加倍五次了哦，就是把你升级五次，所以升级五次完毕之后的话，它就可以当一把这个输出剑在身上了。但是如果有另外一把额外的话，合上去它就可以再帮你加五，这样还算是顶爽的哦。加五加起来，哦哟，我的天呐、啊，哇哟，这一次是真的。有点爽哎、欸，你看双神剑这把先放在这边，然后这个合上去，这样我们就会有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往上合成的这个时间了哦。然后这关的话就是 BOSS 关了，看一下能不能撑住，应该是挺有机会可以撑住的啦，拜托啦，好不好？每日挑战不该再控我了，不该再控我那么久了，是不是？来开刷刷烂，然后魔法冒冒，我靠！他好像都会有这种魔法护盾，确实是挺恐怖。你要先把那个给打掉，这样子。有有有有，看起来还行。而且因为我们有腰带，腰带的话会让我们的血量好像翻倍吧，对不对？会比较能够撑。我靠，又有广告了，然后又有格子了，腰修爽，好不好？来，那这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三格吧。来，广告赶紧来。
我只能说啊，这把呀，真的是哲平玩这游戏目前来说有史以来最爽一把，好不好？各种东西都有哎，我的天哦，又可以再给他拿一把圣剑了。但是这边我们可能就要小心一点点，因为再这样合上去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会他会锁两把嘛，对不对？会锁两把，但没关系。我们这边接下来这把剑就会直接那个，我们的匕首就会直接升到一个最高阶的，而且我们已经有一个高阶匕首，应该是不怕的。然后这边出现二品的这个几率提升，现在看起来他们只要都没办法就是刷到我们这边的话，应该而且我们血量够多，撑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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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爆炸，拜托撑住，我有二，哎，这边感觉不能随随便便了哟，哎呦，然后这边。再刷这个红剑，然后我们这边再把这个红剑拉出来，这边哇，这边很惨惨啊，这边没办法再移了，各位。对，这个是我们一开始那个架设失误啊，这没办法了。然后这边看起来就是得再这样搞，然后钱袋先下来了，钱袋这个应该可以先刷新，再看一下。然后这个法帽补血换这个。然后不然再把它移下来好了，换更多的法帽补血。然后这边应该会再动我们两个那个吧。哎呦，这已经是最高阶的，所以大概率就是动我们了，就是那个飞镖而已，应该是这样子。还有飞镖跟那个药水啦，哦，来，哦，就居然是药水跟那个扇子，是不是？好，拜托了，撑住，撑住，我们能赢，先交给我们这边的这个神话匕首了。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这个黄金帽帽，应该是有机会吧？妈，撑住呀，各位，撑住呀！现在已经击杀194只了，这个状况其实还挺完美的啊！完了，现在最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没办法刷新了。啊，没关系，继续刷。然后这边药水瓶跟这个跟我们这边的飞镖啊，就会直接变成这个最后一个阶段了。反正我觉得这中后面的那些那个怪物在那边一直疯狂这个狙杀我们就超麻烦，只要能够撑过前期，然后后面的这边不要让他们叠起来狂刷我们就可以了。就你像是我们玩以前那个什么超级小队的那种，就是后面那个黑头怪那种感觉，有没有？好，完美。然后现在刷新的话，应该就会有果实出现了呀，哦，对，会有果实出现了。然后看起来这果实应该是要给。应该是要给这个吗？可是我们这边就少一把刀子，少一把刀子，感觉神剑可以下来了，好不好？神剑下来，然后换这样上去，应该会还行。对，神剑的部分的话，然后这个上去这样子，然后神剑先保留，要不然这样我们会被断绝，就是两个武器啊。所以神剑下来的话，应该是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就是。那个有更多的这个东西可以去帮忙这样子，好，手甲叠加，这个应该也是挺爽的。那我们现在是6605的这个血量，然后这个1000多的这个护甲，哇，还是感觉会打爆哎，但是应该现在看起来血量再加 20%， 加油， 6712， 有咯有咯，然后这边看起来全部都是满撞了，满撞了，然后。这个上去，手套继续叠好了。这边我们走这个手套流，哦，又多一个这个，多一个这个环节的话呢，那有可能是放这个腰带吧，因为腰带会加比较多东西。有7350的血量，最后第10波，哎，我们这边击杀术打完，打一关好像就直接给你400击杀了耶，所以我们也不用就是再额外累积了耶。哇，他其实打完一整个这个10关，他整个这个宝箱就可以全部拿到了，各位。哦，加油！不要被打死，700多，我靠，完了完了完了，我超难，哎，要求我，要求我，这些怪物是怎么样？我靠！哎呀，好险，好险，应该是撑得住。应该撑住，拜托拜托，撑住啊！哎，拜托了，只差两格血，你要撑住，你要撑住！有有有有，哦，击杀术400，终于达成了，各位，我第一次耶，可以耶！然后你打完之后的话，你就可以这个一键扫荡了，各位。Oh my god！ 呼，哦，这个要消耗20钻石啊，那当然不要啦，哎。很爽欸，然后它上面基本上还有这个100跟这个300欸，可以欸，嗨呀，
欸，这个主要来说，我觉得还是今天我们这边的这个选择太好了，因为一开始这个直接选到一个那个大的，对不对？这感觉好像也是跟那个选到一个就是一堆广告的这个开局有关了哦。但是太爽啦，没问题。